于圣灵的活水亲自来洗净我们，求你用圣灵的风亲自来吹洗我们的灵，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感受到真实的喜乐，那我们可能还不够认识你，求你用喜乐来充满我们。如果我们心中还没有感受到那真正的平安，或许我们还没有真的认识你，求你就用平安来充满我们。结束今天有新的乐手加入到我们当中，求你来带领，带领小珍姐，带领她的灵，带领她的双手，求你来更新的工作坐在师母的身上，使她全身都来被圣灵充满。主耶，感谢你，让雨林跟若兰能够在主你的宝水当中成立一个家庭。主耶，请你亲自来赐福在这些人身上。耶稣，我们准备好了，我们要用歌声来敬拜你。各位同工平安，各位真爱教会的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第一个焦点，我们来放在耶稣基督身上。但是今天也是小青姐妹的处女秀，来下一下鼓声呢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耶稣基督。Thank you.
利亚赞美主，来欢迎你所有的弟兄到我们当中，来来来来来，一起来一起来。神，他是创造我们的神，为什么圣经需要有创世纪？告诉我们说，神创造了我们，并且他爱我们。因此，我们来到神当中，不再需要带着这一些恐惧。无论你过去被任何的黑暗势力辖制，今天我们都被耶稣基督释放。没有任何一个偶像的势力，他可以大过耶稣基督。因此，今天我们感谢主，在我们这当中看到很多人，他真的被释放，真的得到了喜乐。真实的喜乐是什么？跟耶稣零距离，就像你们现在跟台前这么近一样。耶稣不要我们离他很远。曾经有人告诉我说：“哎，神很忙，不要太麻烦他。”那那不是耶稣的心。耶稣要我们无时无刻都用祷告来亲近他，靠着圣灵多方祈求祷告，方能站立得稳。这就是耶稣基督要告诉我们的话。那我们想想看，在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，信耶稣，一直到现在，神在你身上做了何等奇妙的恩典！我们一起来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。耶稣，谢谢你赐给我们重生的盼望，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洁净当中得到更新。你给我们的恩典是大的，无可限量的，超乎我们所求。如果你今天的祷告还没有得到应许，不要灰心，神告诉我们不要灰心。回想那一刻曾被爱抱紧，
耶稣设立教会，要让大家透过彼此代祷来接近他。
是何心情为你而让你躺在人生经历里，就像开我眼向我心鲜你
生当中遇到的是拒绝，遇到的是凶暴，遇到的是暴力，或者是遇到的是责难，遇到的是苦读，遇到的是否定。耶稣基督怜悯你们，耶稣基督要用爱的膏油来抹去你们的伤口，要用水亲自来洗净这些污秽，洗净这些伤口。今天你们都在圣灵的水流里面得到完全的洁净，我们一起来领受今天神要带给我们的话。以下的时间交给耶稣基督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求。这个不像第一次打老师，这好像是打5年了。